结不是恋人的专利，即使是好朋友之间也一样会有纠结不清的情感。明珠，愣头愣脑的傻大个儿青年，总是容易出岔子，太闲。一个看起来三观很正的消防员，有一个幸福的小家庭。仁哲，明珠，太闲的好朋友，狡猾的保险销售员。故事发生在韩国，明珠、太贤、仁哲是在一个学校里一起毕业的三个小伙伴。这天，他们旷掉了毕业典礼，跑到雪山断崖边上拍属于他们三个人的毕业照。然而，三个人中最容易犯迷糊的明珠却掉下了山崖。太贤、仁哲跑下山想要救明珠，可太贤的脚却又受伤了。而最终，还是由于仁哲理智的处理，这次意外才变成悲剧。故事来到若干年以后，三人依旧是好朋友。太贤也已经结婚生子，有一个漂亮的女儿和一个美丽且贤惠的妻子。但太贤的生活也有着不合。和谐的地方，那就是他和自己的父母有些隔阂。太贤是一个木讷诚实的消防员，可自己的母亲却经营着一家黑白两道都要打点的博彩店，自己是救死扶伤的正义小伙伴，父母却靠经营赌博为生，太贤肯定是十分的心塞啦。而此时担当太贤和他母亲传话筒的却是正在担任保险销售员的仁哲，因为仁哲想让太贤妈妈跟自己多买些保单嘛。三人中混得最差的就要数愣头愣脑的明珠了，他经营着小生意，住在简陋的房子里倒也活得自在，虽然开着小车，表面光鲜的仁哲日子却不好过。比如好容易让太贤的母亲给他的博彩店买了一张保单，却才只有10万韩元。所以当太贤的母亲主动希望仁哲和自己联手骗保的时候，仁哲自然是行动了。况且配合客户骗保，仁哲也第一次做了，轻车熟路的他也没想太多。但毕竟这个事情自己一个人干不来，于是就怂恿了明珠。明珠本不想干，但架不住仁哲的劝说，随后两人一起按太贤的母亲说的日子来到了博彩店，正打算上演出自导自演的抢劫放火戏码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平日卧床的太贤父亲这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来到了博彩店里，而由于不知原委，以为明珠是贼，太贤父亲就和明珠发生了冲突。明珠一个错手之下，太贤的父亲就晕了。太贤的母亲看到这一幕，错以为是两人起了杀机，就想逃跑，还想去报警。明珠和仁哲肯定是不想让他跑了，可这太贤的母亲逃跑的过程中又不小心自己摔死了。总之，这就是几个贪小便宜的笨蛋引发的血案了。随后就是更加纠缠不清又乱七八糟的故事。太贤想要找到真凶为母亲报仇，明珠则内疚的不得安生，而仁哲却想要把事情到此为止。另外，与太贤母亲有瓜葛的黑帮和收过贿赂的警察的掺和，也让整件事情变得更加的复杂。会不会因此三个兄弟就反目成仇了呢？电影很快告诉了我们，不是的。即使发生了这样糟糕的事情，激情啊不啊友情还是在的，只是感情的表现形式就变了，变得像恋人之间的相互伤害了。首先是明珠自杀了，而得知母亲的死和两个兄弟有关，太贤也对仁哲变得无比的失望。然而仁哲又马上证明了自己不是坏人，甚至惹怒了黑帮，招来了杀身之祸。而故事的最后，太贤也展开了回忆，在多年以前的那个冰雪地中，自己何尝不是也想做一个只顾自己的懦夫呢？电影《好朋友们》由李道允执导，朱芷勋、池胜、李光洙主演，于2014年上映。该片用相当细腻的叙事视角，讲述了一个虐心的故事。关注微信“快看电影”订阅号，输入电影名称，就能看到完整版了。